好莱坞动作片巨星席威斯·史特龙过去推出不少经典作品，跟凭借出演洛基累积了大批粉丝追随。鉴于他带着模特儿老婆与三位宝贝女儿登上节目接受采访，宣传自家的实境秀，期间主持人好奇的询问三位孩子的感情状况，以及身为史特龙的女儿是否会特别难交到男朋友。大女儿苏菲亚表示，三人目前都是单身。二女儿更加码爆料，史特龙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吓人。之前许多朋友来见到史特龙后，都跟他们断联，因为爸爸见到客人时连招呼都不打。史特龙随后也解释道，他对男人很了解，因此一点也不相信男人。他更开玩笑表示，希望女儿们都成为大龄剩女，还想把他们都关在家中。幽默发言引发现场爆笑。Bye.